歡迎嚟到2022年香港聖詠節音樂會嘅第七集啦。過去三年，香港受住呢個疫情肆虐啦，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嘅。咁有人會抱怨，但係亦都有人團結起嚟，希望創造出佢心目中嘅希望。呢一班就係一大班嘅學生，中學生。因為疫情關係啦，冇學翻之餘啦，學校嘅合唱團彩排咧，亦都全部要取消。於是佢哋自己自發走咗出嚟，另外組咗呢一隊嘅合唱團，不斷咁樣去練歌。2021年成立，居然今日為止，佢已經舉行咗兩次佢哋嘅音樂會。今日第三次演出就嚟到我哋香港聖詠節呢度，所以陣間究竟會係聽到佢哋唱出希望，講出希望，我想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怎樣行出他們的希望。他們是我們第七集的嘉賓 The Illumino Singers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The Illumino Singers， 係一個咧喺2021年由一班中學生所成立嘅合唱團。呢、這個合唱團咧喺過往兩年嘅暑假咧，亦都舉辦咗兩次嘅 project， 包括咧係 Retrouvaille 同埋 Soulight。喺我哋今次咧參加 Hymnos 呢一個 project 咧，我哋特別揀咗四隻歌，包括係 At Around Earth's Imagine Corners、Ubi Caritas、Gloria 同埋 Sanctus Benedictus。希望咧藉住呢四隻圍繞住希望呢一個主題而作出嘅選曲咧，為大家咧喺我哋嘅音樂入邊帶嚟少少嘅曙光，少少嘅希望。
Plenis uncelli et terra, gloria tua, plenis uncelli et terra, gloria tua, plenis uncelli et terra.